一项一项专业救灾设备，2020国庆宴会伫台南，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伫安全的环境下，似乎是做了完全的准备，一点仔拢唔敢马虎。今日市长话替经特别到消防局亲自到我整个消防装备，就是希望唔那提供民众上细宴会，同时嘛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权。那假如需要进行勤效的时候呢？我们这个指挥车的侧边有一个电视萤幕，可以进行这个救灾安全或者说专案勤务的简介。我们看到台南市消防局七个大队，它的这个消防指挥系统、救灾指挥系统都建置得非常完善，那器材也非常齐全。我们很希望说，最好是国庆烟火大家平安顺利啊，都进行完毕，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那宁可备而不用，不要啊用了却没有备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国庆烟火大家平安。在每一台 ICS 救灾指挥车，会当进行各种灾害指挥抢救、勘察汇报，伫比较较矮道路，也当快速进行勤务，大大提高救灾速度佮效率。李伯金各大队已经将国庆烟火专用 ICS 救灾指挥车准备完成啊，不过嘛，希望即个准备适当拢莫用着，活动会当一切平安顺利。国庆烟火。